我是胡瓜，我是 Janet， 我是 Selina， 我在超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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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超市。新的一年，祝大家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好。要什么幸福，有什么幸福，心想事成。什么情况，什么地点，什么好时光。新年好，耶！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拜了，拜了，真的，拜，因为是好食材啦。哦，不过我现在要打现打这个两位就不能喝了，谢谢，这样好不好？首先你大概抓了大概是一大碗的黑木耳，好，稍微切一下就好了。那你放一点点的水，刚开始先不要放多，大概放大概将近一半左右就好了。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，这个你可以先泡水把它泡开，或者直接把它放进去，其实也没有关系。哇哦，这是桂圆干，桂圆干，哦，然后再来。就是黑糖，黑糖不用担心它会甜，它其实还好，它没有那么甜，所以我们把它全部加进来。哇哦！好，盖起来之后，如果水量不够，我们再加水就好了。好，天然的胶质。哇、这个来，啊，感谢，得力的，来，谢谢老师，先闻一下，因为这是好东西，来大杯一点好，好香。来，齐慧你也有来，啊，谢谢木耳哥，那不是给我们的，哦，刚刚已经让大家试了木耳了，没有食材打出来要马上喝掉，对啊，好浪费，营养会流失。讲得很好，要不要再加一点来看看？哇，好好喝哦。啊，那个桂圆干加的，讲到桂圆干，好好吃，香气整个跑出来，香堆上来，对不对？桂圆干呐，祝女生的眼神，你们竟然可以继续聊黑木耳。哦，那我讲最后一个就好了。哇，那桂圆干好调皮，在里面跑一跑，真的，讨厌。好不好？这个是现在目前我们把它做一次的这个凉拌的这个方法来跟。打成汁，太棒了！是第一步，我们再来当然是有惩罚了，可是还是要继续抢答，因为最后赢的那个人可以吃到今天最后的这个健康上菜，非常好吃，先跟大家讲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第二段的这个健康啪啪走，看他是怎么采收的，好不好？马上进我们的健康啪啪走。用3000万墓穴种出来的黑木耳，不仅要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培养室，还要在5星级的养殖厂房细心照料。这里听说还有让人叹为观止的黑木耳海，还有比人脸还大的巨大黑木耳即将现身，跟着詹姆士齐慧去看看眼界喽。你是头几摆伫去辛苦？对啊，辛苦吧，唔管啦，我要家己先入去啊啦，再见哦。你要先进去看。对啊。哦，好，那我在这边等他。好。他这样尖叫，我怎么敢开门？不是，他全部都在喷水哦！都在喷水，是自动洒水系统。你就是假搞啦！我想讲先来嘛。啊，头家嘞！哎呀，头家嘞！喂，少年人，你创咩？无啦，啊，你人遐尔，啊！你头人拢压水哦，他到主动喷水哦。嘿，他刚刚哎，对，伊就假咬你，讲不落界啊，伊都。我想讲无关系。八道咬。你这样是排队啊？过去要关水呢。拍死了。哦，哎，你来看看这个很可怕的。来，恁看到这龟片，这就是黑木耳海。黑木耳海，我看敢那海浪都拢站起来。龟片，安尼这，哎，它整个整片，你看这个，过去，无限延伸。他这边，他没救。无，这足艰苦的，这是看管理者。哦，无好做啦，是啦，人辛苦，唔是讲看侪看少啊。你进目义是所有高类内底吼，排行榜第一名跟第二名。探技术门槛很高哦，是技术门槛，不是探子的哦。有啦，一直在选探子。有啊。哇哇哇！这座黑木耳别墅可是陈腔间用心打造的环控式孤寮，不仅有严格无菌控管，减少污染，
里头有全自动洒水系统，以维持全天候的湿度与温度，让黑木耳仿佛置身在森林的瀑布当中，吸取营养慢慢成长。因此黑木耳能够长得大又有弹性，也大大提升产量哦，一天可以产出高达7000斤黑木耳。至于要摘木耳有何技巧嘞，马上来去看看喽。这叫做农产品，这叫做农产品。啊，等下吼，经过詹姆斯的手吼，啊拌起来，放在这底，就变商品了。哦，三秒钟变商品。农产品，我拌变商品，啊伊拌的，嘛是变商品。啊，就无差啦，无差啦。我是讲我拌，敢那较无共嘞。来，阿拉拌，来，阿拉拌。啊，你看吼，这位这较大类的吼，比较大的，啊，这都在拌啦。哦，轻轻安尼拗一下，哎，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你头拄仔拌，你无规个拌起来。你敢那经大类一摆，经这大类一摆，那尔。啊啦啊来来来。哦，就这大类我摆塞摆。这也塞摆，规张摆起来吗？哦，哇。哦，基本是商品，对哦。商品。基本是商品。啊，来扛着就变商品了。哦。是吧？就是他主要是经营的辛苦的栽培。这是农经嘛？这是农产品，因为很辛苦的栽培。拿出来就是很好的赚钱的意思。这叫做这叫做很慢，很慢，很慢，很真，很牢啊，有。啊，那个叶很膨胀，安尼一下就好啊。这只哦，这只啊，啊，没啥用过吗？是几公斤？这有设计好600克。600克哟，哦，啊，这拢大概几多？你若感觉欢喜，就甲慢慢慢慢去。好，哎，我嘛要来办呐。那个机会，帮我去外面拿个除草机进来。除草机吗？我整片墙把它除下来。怎么样？你喊成这样是怎样？你看，哇，很大片呢，好大一片哦！大片就大片，你尖叫个什么？都很大片，你看，它跟我们的脸比我们的脸更大哎。你不要讲话，你讲这个就不对了。比你的脸大，没有比我的脸大，我比我脸大的不多。真的吗？那你看看我这个，其实也还不错啦。哦，这也很大。它这个其实，哎。很棒哎，这个养殖的非常好哎。对啊，对啊，哦，你给它丢到地上去了哦，哦，啊！你不要惊死哦。丢啊，老板。都害个它大的对。哦，这里水水水水水，这亭亭玉立。丢啊，就是耶。我要跟它勾勒彩嘞。对啊，就是哎。哎呀，涛哥，我想要问哦，像咱那样办得来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的那个太空盒里面啊，太空包，对，太空包里面它是可以办几遍哈。咱头办起来，这个叫做头水。头水。头水。这屁股的没有？嘿。这要挂一刀，这个。嘿。这叫做二水。二水。第二次采收。哦。哎，会使采两次哦。它整个生一盖，四盖。啊，它四盖。四次的，哎，轮流生吗？头生完了生卡层，卡层生完了生头，生头都生卡层。哎，不是啊，桃前面长完之后再长尾巴的意思。美丽兰，美丽兰，真的。那我点几条给你看。哦，好啊。哎呦，这个是桃。这桃，生一盖，过来这卡层，对不？啊是。挂一刀，生一盖。啊，挂一刀。挂一刀是卡层。一空是桃。你看这刀无起，这里生出来，这顶我生半斤300克。半斤啊，头就生偌济？这然后拢有大个高栽，啊，它可以升到600克。头600，尾300。对。哦，啊，然后再一次头600，再一次尾300。我第二次头可能就给它升300。啊，尾变100。哎，差不多。差不多是安尼。差不多。所以这安尼一包落，外靠迄个你讲的迄个木屑，甲拢做这个敢那太空包安尼，会使生产四次。四次。对不？啊，一次要长成这样多久时间？夏天，桃，听好哦，莫惊着哦，16天，挂龟16天就好办。桃16天得再办，啊，麦丢嘞，嘛是16天。麦丢伊嘛是挂龟16天，嘛16天，很快呢。啊，但是冬天来，今麦我哩又冬天爱几天？32天。封面来，封面来，爱50天。啊，你敢袂使放只暖气啊？什么好看点？袂好啦。哦，袂好。我们是讲袂使放是袂好啦，它的需氧量很大吼，你要买用迄个烧气吼，袂好。另外这中有白这有无？嘿，你食葡萄有感觉葡萄顶头嘛粉粉嘛？对，迄较好。果糖，这就是伊的孢子。孢子哦，孢子。啊对，这也是一个繁殖哦。大部分这做单胞分离，迄个技术门槛搁较悬。搁较悬就对了。啊，这较用
较用的木椅吼，你看，咱这是菌嘛，对，这菌包内底拢白色的，对，所以这头这有白色的，这有无？白色的，足侪消费者，拢讲这白色的生菇，那拄仔咱你讲的香菇、鲍鱼菇、啥物拢是菇，拢是菇，对，所以这木椅。你看这头前这白这洗你也洗不掉，对对吧？那是野菌，爱使食未？爱使食，爱较好食，迄较好食。啊，你迄个事情大条了。每次我们哦，人咧讲吼，这个头无，咱那个咱即卖比如讲，必须爱剃掉，比如讲必须剃掉嘛，啊，洗好清气，大家拢个这个头拢个切掉去。嗯，啊，结果这是会使食。哦，这无要紧吗？比较处理哈，更脆。这位，我感觉头家恁这个。真有弹性，对，很有弹性。我这个功夫哦，你那个蛋，这样那蛋，没变呢，没变的。那这里相不一样，真的耶，不会裂呢，好厉害哦。而且它跟一般我们所知道的木耳来说，它们的弹性度是很好的。对，哦，在倒立麦更厉害，太得了。对，看温家，看温家。我看那差不多多几啊度啊。对啊，我看你直播报的啊，你爸。对了，你看，潘老师。我们这样为了你，对不对？跟老板这样的祈求，你也看到了，好不好？希望这个东西带回棚里面，你会喜欢。买回家的新鲜木耳到底该如何清洗嘞？首先就是准备一盆水，将我们盐巴呢放进去，因为泡盐巴呢可以将我们里面的杂质给洗出来之外，还可以让我们的木耳口感变得更好哦。我的清洗方式呢，就是将面粉呢倒入我们的水中，将我们的这个木耳呢丢进去，这样子呢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将它的一些小杂质以及沙粒去除掉喽。确定哦？如果我错的话，我把那盆喝掉。我好希望你答错，我没有看过家喝面粉水。究竟陈德烈会不会喝下面粉水嘞？广告回来，结果即将揭晓。